中国人过中秋节，中秋节是在阴历8月15日。今年中秋节是在9月19日。中国人在中秋节赏月和赏灯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吃月饼和水果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是团圆。中秋节有一个关于后羿和嫦娥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后羿是下个9个太阳。玉皇大帝给后羿一个长生不老药。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后羿的长生不老药，嫦娥飞到月亮的里面。在中国的阴历8月15日，今年9月19日，这是中秋节。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中国人吃月饼，还有赏月赏灯，中国人吃团圆，这是中秋节。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中秋中秋中秋节，在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后羿是下个9个太阳，太阳太阳。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中秋中秋中秋节，玉皇大帝给后羿一个长生不老药。中秋中秋节，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他的妻子嫦娥偷吃长生不老药，他飞上天，到月亮的里面。中秋中秋中秋节，中秋中秋中秋节。我喜欢中秋节，因为我很喜欢月饼。中秋节，月亮鞋。吃月饼，看兔爷，跟奶奶、老姐姐去铜钱门逛趟街。